大家的家长对别人说自己年龄的时候会用虚岁吗？如果你是95年，那么本应该是26岁，但是虚岁往往会往上加1岁，有的地方甚至加2岁，光听就感觉老了。岁月没有推你老，但是虚岁加速推你老。大家的家长也喜欢说虚岁吗？